叫张卫朝。今天是我上大学后第一次回家，车窗外的路都是我熟悉的。记得小时候，我经常跟二姐说这条路叫梦想之路，因为它一直通往山外。我回来了，我的二姐，我的家人，你们现在还好吗？我不吃，费城，大姐招惹你了，你个没良心！你把松子捡起来，捡！我不捡。咱大姐虽然傻，知道疼你，你要是没良心，连咱大姐一半都不如。谁没良心了？俺是不想，不想让咱姐去给俺采松子了。俺不想咱大姐再让他们欺负。飞成，你别哭，大姐给你松子儿，快接着。不管别人怎么看，我觉得我的童年是快乐的。大姐虽然有点傻，总是被人家欺负，我也经常被欺负。但是我们有二姐，她总会适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。我们站在一起，队形会有点奇怪，但是坚不可摧。在我14岁之前的生活就是这样，虽然不富裕，但是很幸福，因为我有爸爸妈妈，还有疼我的两个姐姐。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差，可是为了让我上学，就一直拖着不去医院，直到有一天他晕倒在了地上。只是没想到妈妈这一倒，却成了永远。快吃啊，小关，小关。
你喂喂你姐姐。 肥肠，吃饭，啊，来吃吧。这日子总得过呀。 娘下葬的那夜是二姐做的饭，菜里搁了好多的盐，又咸又苦，但是我们都没吃出什么滋味来。娘的一走变成了永别，而我的二姐则担起了照顾全家的担子。 给，想想领钱去啊。嗯，好喝，行，不用看，不用看。三十斤，好，三十斤，到那去吧。好，多少钱？老朋友，一块五，一块五。到到到。哎哎，下一位。怎么了，老板？老板，这是俺嘞。这么点儿。 来，掏。二斤，哎，到了就吧。哎，老板，多少钱一斤来的？1块钱一斤啊。我前面那人都1块5，怎么就我1块啊？你那是次品，就这价。 哎，不卖不卖，不卖滚！什么次品不次品，都一身上财的，哪来的次品不次品啊？你卖不卖？不卖滚！不卖，我上别人家一样卖。这小子，够了啊，够了够了！嘿，你个小兔崽子，小兔崽子还装！你叫谁小子？这一把是俺的，你刚才让俺倒的。明明是俺的，咋就是你的嘞？你咋不讲理呢？这是俺的。 你娘的，你是狗的呀！杀掉你的狗呀！滚！滚！你还装呀你！我童年最后的记忆就是这样，不单单是二姐和爹，我也在为这个家奔忙着。 日子就像水一样流逝而去，我去镇上念了初中，不知不觉，我们都在长大。二姐，二姐，姐，二姐，魏长回来了。嗯，咋就你自己呢？二胖呢？二胖去镇上他表叔家了，他那破车实在没气儿了。 那这四里地，你自己走回来的？嗯，没事儿，姐，跟俺平常在学校上体育课差不多，都是跑步，哪跑步一样啊？哼。大姐呢？大姐和弟啊在家里呢，咱也回去吧。哎，哎，看你累了，俺拿吧。没事儿，慢点儿，姐。姐，今天晚上咱吃啥？什么？你想吃啥？俺想吃姐。 做了大白菜，行，俺给你做。嗯，姐，俺今天放学挖了2万山药，卖了几块钱，给你。你自己拿着吧，挖山药别耽误了上学啊。哎，魏长，以后放学早点回来，帮帮你姐。嗯，爹，二胖子自行车车带漏气，上镇子上他表叔家了。 咱魏厂啊是走回来的，再说魏厂功课多，家里的活俺做得过来，他也帮不上什么忙。没事儿，姐，俺悟不了。魏厂，你都初三了吧？爹，魏厂这次考试啊又考了全班第一。俺老师说，嗯，俺现在的成绩考线重点没问题。<笑>我就说，俺弟弟最棒了，到时候你想吃啥，俺给你做。 高中、大学，你光想着你自己，
您姐她不嫁人了，一门心思就照顾你。要我说呀，你初中毕业就回家来吧，跟你长军叔拉车去。俺吃饱了。咋了？我说你还不高兴了？爹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反正他上学的事儿，我看不中。说别的行，这事儿，俺可逼你。姐，哎，还没睡呢？没呢，看书呢。啊。姐，哎，俺一定能考上大学。嗯，你放心，只要你能考上，俺一定供你。嗯，你跟咱爹啊，用不着生气。他那也是生自己的气，嘴上说说，俺那真不让你上了。嗯，你呀，嘴上顺着他点啊。哎，别的不用管了。姐，学校又让交钱了。不是说学校说你的成绩好，就把你的学费杂费都免了吗？可是书费还是要交啊，咋办？交多少？交160。啥时候交？俺老师说下星期一之前，还有4-5天。姐，要不俺不上了？这是啥话？不上了，咱还得穷，咱得穷一辈子。俺知道，咱娘住院、出殡、下葬啥的，都是婶儿他们家给垫的钱，咱家没钱了。俺想想办法。咱们家今年收了菊花，还能卖点钱。不行了，俺就跟长军叔、五叔他们借借。俺就不信，他们能眼看着咱们不管。行了，你也别多想了。早点睡啊。嗯，少看会儿。哎，加油啊，马上到家了。好。哎，山君，来来来，把柴放在车上。不用了，山君叔，俺能扛得动。哎，这闺女来。哎，山君又砍柴去了啊，真勤快。走。嗯，山菊这姑娘从不让她爹操心呐、啊、家里的活自己都干了，谁要是娶了她，那可是有了福气了啊。哎，阿福啊，你那娶媳妇的房子什么时候盖好啊？快了，小俊叔，嗯，估计再砍个碾把头子就够了。好啊，你那大房子一盖好，你就是有了媳妇的人了啊。叔，俺跟你们一块砍毛竹中不？不中不中不中，这活哪是你娃家干的。哎，山菊，咋了？有啥事儿了？俺弟弟要交书费，可是俺爹不让他上了，想想怪心疼的。哎，不是说魏厂学习成绩好，学杂费全免了吗？还有书费呢。差多少？160。嘿，我以为差多少呢，书给你垫上。真的，长军叔，那等俺收了菊花就还你。这话就见外了，俺还等着魏厂大学毕业挣大钱嘞，到那个时候啊，新账旧账再一并算啊。明儿让你婶儿就把钱给你送过去。山菊，哎，你们家田里的那些活都忙活得差不多了吧？啊，就差那地菊花了。
这两天差不多了，俺就去摘。对了，婶儿，咱俩卖的菊花先还人家钱啊。哎，不急不急。山菊姐啊，你一个人里里外外的也不容易，让俺看啊，让军婶给你找个人家嫁了算了。那俺爹咋办？还有俺姐、俺弟呢？那还不容易，找一个倒插门的嫁到你家算了。你想没事了？俺来呀、俺不嫌你穷。去你的，有你啥事儿？哎，山菊，俺刚才去地里专门给你弄胡萝卜，你吃吗？哎呀，俺不吃。三菊，洗衣服呢？啊，长菊叔，你这上哪儿去啊？我去县扶贫办接一个人。这是咱们县扶贫办给咱们派来的技术扶贫的周永华。周永华技术员，以后大家都要照应点儿，有什么种植上的问题，就问他。哎。大嫂、大姐，你们好。你好。我来扛水莲。不用不用，来，那走。大嫂、大婶，你们好。你们听听，人城里人说话，那叫好听。行吧你。有啥好听？中看不中用。是个人都比你强，好吃懒做。你要是搁哪，俺就不好吃懒做了。去。三菊，哎，迟早让你嫁给俺。谁要嫁给你了？爹，来，用热水泡泡脚。放这儿吧，我自己来。俺帮你。到你叔那儿借钱去了，啊，给魏厂交学费。爹，魏厂还小，你别生他的气，啊。以后啊，可别老是生气了。山菊，不是你爹不想让他上来，他念完了初中，还得念高中，念完高中还要上大学，爹哪有那么多钱给他呀？你个女娃。长青叔答应借给咱家钱了，等咱家的菊花卖了钱，俺就还给他。那以后的日子不过了，明年咋办？以后咋办？爹，你别担心了。俺妈常说，有事儿解决事儿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后天。长军叔他们去竹山砍毛竹，可挣钱了。俺想跟他们一起去。啥？那不是女娃干的活啊！俺都跟长军叔他们说好了，他帮俺啊往车上驮，回来的时候俺自己拖就行了。不中，那不是女娃干的活，你干不了。爹，俺能行？难道？你不让俺去，你自己去呀、啊？那魏长都长大了，魏长得上学。你咋那么不听话呀？俺是为了你好啊。反正啊，你要去，俺不答应。长菊叔，哎，山菊来了。啊，干活呢。是啊，把竹间打扫一下。叔，你明天就进山吗？是啊。明天一早就走，那俺跟着你一块去砍毛竹吧。哎，哪能说去就去呢？山菊，你还真去啊？
你爹能同意你进山吗？俺爹愿意。俺叔啊，俺只拖小一点的竹子，让俺叔帮俺往车上驮就行。三菊啊，我帮你往车上驮，累不着。可是那山路确实不好走，累了你怎么办呢？叔，没事儿，俺拖回来的竹子啊，能卖钱，这卖了钱才能还你们家嘛。你就让俺去吧。不是叔不让你去，那活你确实干不了。万一你累个好歹，我怎么向你爹交代呀？再说了，我借给你们家那钱，又不急着要。回去吧，啊。孩子听话，回去吧。那活你真的干不了，你看你这身子板儿，哪能跟他们老爷们比呀？听话，回去吧啊，回去。婶儿，回去吧，听话啊。那俺先回去了，婶儿。叔，哎，俺走了啊。三菊，慢点走啊。哎，走好。这孩子也怪不容易的。是啊，不容易。孩子他爹，水和干粮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你看还需要带着什么吗？没啥了，行了，你回屋吧。姐，姐，哎，弄啥呢？俺过两天啊，去跟长军叔他们干活去。等把地里的活忙完，俺就去。爹答应了？不答应哪中？听长军叔说，干的活累是累点儿，可是挣钱。姐啊，嗯，俺怕你累着。傻瓜，来，累点算啥呀？等你将来上了大学，当上文化人，到那城里上班，俺想想都光荣。到时候啊，你别把大活忘了就中。还有你的书费，长军婶明天给咱送来。姐啊，哎呀，行了，快去睡吧。你看咱姐都睡了，等她醒来，俺就睡不着了。嗯。对了，魏长，以后你放学早点回来，给咱爹咱姐啊做上饭，啊。哎。行了，快回吧。嗯，那俺走了，姐。嗯。早点睡啊。哎。小心，山菊姐，你今儿咋这么早呢？不早不行啊，俺还要去给菊花打药呢。那你先回去了，俺帮你。慢点啊，翠花。哎。山菊。周继玄大哥。哎。浇水啊！啊，这么早你上哪儿啊？我去地里看看。啊，周继元大哥。哎，山菊，你还是叫我小周或者是大哥吧。这个周技术员大哥听起来太别扭。周大哥。哎，我帮你。哎，不用，俺自己来吧。没事，我帮你，别客气。哎，俺来吧。像你文化人，哪能干这活呀？什么文化人？文化人不吃饭，不挑水了。来。要不还是俺来吧。我都说没事的，你那么小的身板都能挑，怎么瞧不起我这大男人，还是瞧不起我这文化人身板啊？俺不是这意思。走。那你慢点啊，朱大哥。小心。你也慢点。哎。朱大哥，这都到家了，还是俺来拿吧。没事没事，我帮你。那你小心点。哎，你也慢点啊。哎，月儿，月儿。哎，啊，魏长，这位就是到咱们村扶贫的周技术员周大哥。嘿，你好，是他帮俺把水挑回来的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俺来，我帮你啊，我帮你。姐，周大哥人真好。行了，你快去上课吧，要不然迟到了。哎哎。
行，快去吧。嗯，那走了，姐。啊，周大哥再见。再见。水我帮你挑进去了。谢谢你，周大哥。没事儿，你先忙，我去田里看看。哎，慢走啊，周大哥。再见。山菊，周大哥，你咋来了？最近这菊花地的白血病闹得厉害，我过来帮大家看看。这病主要是提前预防。嗯，俺听说了。你看，这朵菊花没什么毛病。你再看这朵，局部已经有了症状。你仔细看看是不是这样？俺这不是正撒药预防的吗？对对对，预防这病的最主要手段啊，是挖排水沟。你们家挖了吗？哦。挖了，挖了，就这一条。村里不早就广播通知了吗？俺家劳动力少，挖不快。对对，村长啊，向我介绍过你们家里情况。没事，我帮你。哎，你可是技术员，俺咋好意思让你给俺挖沟呢？没事，我在农业大学学的就是这个，庄稼活啊，我一点都不陌生。哎，周技术员，还是俺来吧。没事。跟上了啊！哎，山菊，长青叔，山菊，你咋来了？长青叔，你就带俺去吧，中不？你看你这孩子，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？别添乱，赶快回去吧。叔，俺求求你了，你就带俺去吧。山菊，不是我们不带着你，是这活儿实在太累了。可不，俺们怕你身体吃不消。叔，你让俺去吧。这孩子，你咋这么倔呢？回去吧。来，走，走，快跟上，啊，跟上，走。叔，叔，长君叔，俺求求你了，你就带俺去吧。俺不怕吃苦，要是累了俺不吭声，要是困了俺忍着，你看行吗？三军，
听话，赶快回去。走。长君叔。长君叔，不行，咱就带着他吧，大不了兄弟几个帮他，是吧，阿哥？对，好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起来吧。叔答应你了，起来。真的。咱可是说好了，如果是吃不消，赶快回去。叔，你放心吧，俺的身体呀好着呢。那走吧。哎，走吧，跟上三军。嗯。俺考上了，俺考上县重点高中了，真的？那咱爹知道不？俺还没回家，姐，俺老师说考上县重点，大学大门就给俺敞开一半了，这是好事儿啊！回厂来了，叔，长君叔，俺弟考上县重点高中了。什么？县重点高中。县重点高中啊？嗯。哎呦，围厂，好事儿好事儿。这样吧，晚上叔给你摆上一桌，咱们庆贺一下啊，庆贺一下。不用了，叔，俺又不是考上大学了，等俺考上大学再说。俺这两天就想帮俺姐多干点活，过两天俺就开学了，到时候住校俺就回不来了。嗯，魏长长大了，也懂事了。等你大学毕业，你姐就轻松多了。那时候，再把你家的屋翻新一下，让你爹和你姐也过上个好日子，啊？哎。好了，准备走吧。好，冯二哥，我准备好了。哎，好了，走走走走走，哎，走。三军啊，咱俩这事啥时候办呀？俺和你能办啥事儿啊？嫁个呀呀，俺还等着抱儿子呢。滚！就你这挠痒，俺可告诉你，再跟俺说这话，看不剁死你。三军啊，俺喜欢你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。再说，俺觉得咱俩挺合适的。嗯，要不明天，后天也成，那就说是后天。反正俺也没啥东西，俺就把那铺盖往你家那么一搬，那咱俩就睡一块了。后天啥时候啊？哎，就是说后天。哎呦，三局，你当俺看不出来啊？你不就是喜欢那重技术人员吗？啊？啊，还就告诉你，你那就是癞蛤蟆小子接鹅肉啊！人家对你好，人家不定看得上你这个圈啊！俺让你说，别拦，打坏你俺让你说，你给俺滚！哎，山菊，俺是来还给你书的。
谢谢你送的花，有了它，我屋子里又生气多了。你常常帮助俺家，家里穷也没啥可送的。听说你们城里人喜欢花，说是净化空气，也没啥，你别笑话就成。那哪能啊？对了，山菊啊，哎，我一直有个事儿想跟你说。啥事儿啊？嗯，你家这种情况，像你和你爸，咋不找残联帮忙呢？啥残联？就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啊。残疾人？对，像你这种残疾情况，如果了解到国家对你们这些残疾人的一些相关优惠政策，可能你就不用那么辛苦的去上山砍毛竹了，你可以动动脑筋，嗯，做些其他的，也可以增加收入嘛。这个残联啊，对你们残疾人啊是有很多优惠政策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残联对你们这些残疾人的帮助啊是很无私的。周大哥，俺还有事儿，俺先走了。哎，山菊。回来了，做啥好吃的？大姐呢？咋没跟你一起回来？不知道啊，俺没看着。她去接你了，你快去找找她。哎，姐，你咋了？生病了？怎么脸色不对啊？没事儿，你饿了吧？嗯，等下饭就好啊。哎，山菊，山菊，大姐出事儿了！山菊，大姐出事儿了！山菊。姐，姐，咋了？这咋的了？俺们发现的时候，他已经不省事了，头磕在石头上，流了好多血，怕是不行了。姐，俺姐还有气儿，俺姐还有气儿，送医院。送医院？哎，叫俺说就别往医院送了，送去也得花钱，散流都成这样了，他走了也轻松，咱们以后也好过点。说啥呢你？也是一条人命，但是俺姐，俺娘已经去世了，俺姐不能死。魏长，魏长，快去叫长君叔送她去医院，快去！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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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俺姐得送去医院，快抬起来！三菊，别怕，医生正在抢救。哎，你们谁是伤者的家属？伤者失血过多，需要输血抢救。俺是，俺是，俺是他弟弟。俺是他妹妹。魏晨，你不行，在长身体呢。医生，俺去输血。那你们两个都跟我来吧，先去化验一下血型。哎，哎，就俺一个人就行了，咋还要俩呢？啊，是这样的，伤者的血型啊，我们血库当中没有库存了，一个人的血量呢，恐怕又不够，所以有备无患。你们两个都跟我来吧。魏晨，咱们进去。哎，叔，那俺们进去了。孩子，别怕啊。哎，哎，小伙子，你跟我来吧，你的血型跟伤者是匹配的。哎，哎，不中不中。医生，你还是让俺去吧，俺弟弟正在长身体，他不能抽血。不行啊，你的血型跟伤者完全不匹配的，你是 AB 型，他是 O 型。哎，奇怪，你们是亲姐妹吗？为啥？
俺俩是姐俩，这学咋还不一样呢？啊，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这个，小伙子，还是你跟我来吧。嗯，放心姐，没事儿。婵君，没事儿。长君叔，俺俩是姐俩，这血咋还不一样呢？啊，这咱也不懂，医生说不一样就不一样，听医生的啊。醒了，大姐终于活了过来。嗯，大姐醒了。看着我的两个姐姐，我时常觉得二姐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。二姐的做法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珍惜，什么是可贵的。每当我想起大姐给我松子的时候，那种期待我满意的眼神让我感觉到温暖，不离不弃。这就是我的家人。爹，爹，魏成，爹，哎呀，回来了。哎，大妮儿呢？在后面呢。姐，大妮儿。哎，爹。哎，快来，妮儿。哎，大妮儿，没事吧？医生咋说？没事，爹，就是失血过多，休息两天就好了。你们可把我急死了，咋才回来呀？你们是走回来的？俺姐啊，走得慢。哦，没事吧？是俺弟给俺姐献的血。啊，爹，俺姐都两天没睡觉了。哎呀，傻妮儿啊，你得感谢你妹妹啊。要不然你就没了，你自己吃，自己吃。魏长，哎，你先扶大姐进屋歇着吧。嗯，爹，那俺先回屋了。哎，好，姐，走。爹，你在家就少干点活嘛。没事没事。爹，俺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你说。医生说。医生说。医生说啥？没事儿。没事儿，爹。嗯，俺去看看大姐。哦，去吧，去吧。伤者完全不匹配的，你是 AB 型，他是 O 型。哎，奇怪，你们是亲姐妹吗？咋了？那天俺去献血，医生说俺和俺姐的血型不一样。
爹，这是山菊啊。其实你不是俺亲生的，是俺和你娘把你捡回来的。爹，那个时候啊，你才两个多月，你亲爹抱着你，看上去像个文化人，说起话来文气得很。他说你亲娘跑了，他一个大男人养不了你，让俺和你娘先收养了你，等他过好了再来找你。他还给了俺200块钱。和一张写了地址的小纸条。那个时候我缺那200块钱，就把你给抱回来了。可是那个钱早花光了。就把俺扔了呢？说啥嘞？俺就是再穷，俺也不是没有良心的。再说了，你打小长得就俊，俺怎么舍得把你扔了呢？本来呀，你娘在世的时候就想告诉你，可是你还小。说了也没用，你又不能到城里去找你的亲爹。自打你娘走了以后，我倒是不敢跟你说了，怕是你要是走了，就没人照顾这个家了。你别怪俺啊，现在你亲生的爹在城里，你拿这个纸条去找他，兴许他能认你，也就不用在咱这个家受穷了。啊，他是不是嫌俺的腿脚不好，才不要俺的？你那毛病不算什么，把你抱回来的时候，很长时间才发现你那小腿有点不一样。你虽然是俺抱回来的，可是俺总觉得你是俺亲生的。你要是愿意，就到城里去找你亲爹吧，俺不拦着。饭菜热好了，不够了，咱锅里还有。
俺出去走走。你要是真的走啊，就把那卖竹筐的钱都带上吧。小小年纪不学好，还学会抽烟了。给俺，给俺。你还有几天开学啊？俺不上了。啥？你咋说不上就不上了？俺决定了，以后俺就跟常军叔干活，俺能干得来。你疯了？你这天天刻苦啊，天天用功的，这考上了重点，你咋说不上就不上了？你不用管俺了。不用俺管？俺管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不用俺管了。张伟成，你翅膀长硬了是吧？啊，你脑袋发烧，你烧糊涂了你。俺是个男子汉，是个老爷们儿，俺生在这个家，就该承担这个责任。你走吧。俺走哪儿去啊？去城里，找你亲爹亲娘。你该不着受这个罪。你要跟了你亲爹亲娘，说不定现在你也念大学吃皇粮。俺跟你不一样，俺生在这个家，俺就得承担这个责任。你又不是俺姐，你又不是俺们家的人，你该不着受这个罪。俺咋不是你姐了？啊，俺咋不是这个家里的人了？一天是你姐。俺一辈子都是你姐，俺是咱亲爹亲娘养活大的。你说，俺是不是这个家里的人？你脑子有毛病啊！你脑子才有毛病呢！说，俺是不是你姐？姐。你是俺姐，你永远都是俺姐。姐，俺还是不想上了。为啥？俺一直没敢跟你说。上高中要交学费，不能像初中一样免学杂费了，一个学期就要交900多，还要住校。现在里里外外都是你一个人忙活，俺怕你累着。魏长官，其实姐这段时间这砍毛竹、运毛竹也挣了不少钱，都在你常军叔那儿存着呢。要是不够了，俺就去跟他们借。他要不借，俺就哭给他看。以前借的都不还给他，中不中？嗯。你呀，就安心上学，啥也别想了啊。嗯。陪姐进屋去。哎，姐，你慢点。嗯，咱家以后慢慢会好。山菊。
湛君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她叫吴婷，是我未婚妻，前天啊从城里专门赶来看我的。你好，我叫吴婷，你就叫我婷婷好了。我经常听永华说起你，说你很能干又很聪明，还叫我多多向你学习呢。我还给你带了个小礼物呢，永华，把钥匙给我。哎，给。山菊啊，周大哥，真漂亮，这是我送的小小礼物，喜欢吗？谢谢你，山菊啊，上次残联的事儿我还没跟你说你就走了，可能我当时太直接了，没顾及到你的感受，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正视这个事情。周大哥，你的心意俺领了，俺爹虽然不能走路，但是可以做篾匠活挣钱，俺的腿脚有点小毛病，但是碍不着干活，不用给人家添麻烦。俺也不想给政府添麻烦，村委不收俺的钱已经够了。周大哥，俺知道你同情俺，可是俺不用别人的可怜。周大哥，以前俺非常感谢你照顾俺们家，也谢谢吴婷姐送俺的礼物。你们忙，俺先走了。吴婷姐，哎，这是俺戴过最好看的一条围巾，俺打心里喜欢，谢谢你啊。有空你和朱大哥上俺们家来玩啊！一定的，一定去。收拾好了，也俊着呢。姐，姐，姐，其实，虽说咱俩不是亲生的，可是打小到大，俺觉得比亲生的还亲。虽然咱家穷点儿，干活累点儿，可是那有啥呀？睡觉不都全歇过来了吗？咱妈在的时候，咱妈在的时候疼俺，咱爸也疼俺。还有咱弟，多懂事儿。你说，俺咋能舍得离开这个家呢？可是咱。
咱爸咱爹，他们都想着安总。你看，这是俺亲爹留给俺的地址，说是让俺去找他。当初他都不要俺了，干嘛还让俺去找他？想想都可笑。是谁把俺养大的？还不是咱爸咱妈？有时候我自己想不开，就钻到死胡同里去了。山菊最近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也不爱说话了，那脑袋瓜子里也不知道想些啥。哎，会不会他要进城去找他亲爹呀？不会吧？哎呀，你说这日子要是没了山菊吧，我还真不知道咋弄啊。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小姑娘都变成大姑娘了。对了，也该给她找个婆家了。是啊，都是我拖累了她。有时候真想一了百了了。哎，老哥，你可不敢胡想啊。哎，对了，我在山里有一个朋友，他们那儿比咱们这儿穷，要不我给他说说，如果他要愿意做上门女婿，这忙里忙外可能帮山菊好多忙呢。他人嘛，老实忠厚，就是年龄大了点儿，不知道山菊愿不愿意。那大多少嘞？十几岁吧。大一点就大一点吧。反正山菊也老大不小了，老这样在家里待着也不是办法，我一天半天的就死不了。那好，改天我就抽空去山里一趟，如果人家有这个意思，我就把他领过来。对，你要真能招个上门女婿啊，操心的事儿就少多了，到时候我们几家帮你操办操办，其他的你就放心好了。哦，来喝酒。好啊，你就放心吧。哦，喝，喝。老哥，我看人不错，你看咋样？哎，
今年多大了？俺38了。山菊，你觉得咋样啊？她一个女娃害羞了，哎，不用管她，今天晚上就在家里吃饭吧。哎，是啊，晚饭就在这吃，一会儿让她婶儿去张罗张罗啊。老夏，你那边如果没什么事儿，就在这儿多住几天，啊，也帮你叔家干点活啊。喝水。山菊啊，王会计，你是来找周技术员的吧？嗯，他回城了。对了，他还留下地址和电话让我交给你，你稍等一下啊。那他让你有事给他打电话。他回城了，那他还回来不？人家回去结婚了，还回来干啥？谢谢你啊，王会计。好，哎，对了，魏厂上县重点高中，快走了吧？啊，就是几天了，那俺先走了，王会计。好，你慢点啊。哎。就是来俺们村倒茶门那个下沙东升。他们都叫老夏，你呢？敢问俺是谁？这板子村不知道闹个的，你还敢来混？是二闹来了吗？叔，我二闹，我在帮老夏干活，我在打钉子。叔，你歇着啊，我打。笑笑笑，你笑啥呀？逞啥能啊？啊，俺就告诉你啊，以后山菊家的活都是我闹哥的，没你事儿。啊，那好啊。这儿些木料，你给俺拿过来吧。
你要你不会自己拿呀？告诉你啊，是三局是俺老婆，你别拿他主意，你信不信我弄你啊？ 老子赌得慌，老子就要喝酒。老子，哎，俺喊人了。夏菊，听说你找了一个倒插门的老头，那可不中。你是俺老婆，俺小心比别人强，俺心里有毒。你瞎说个啥？谁是你媳妇儿？你不看看你的孬样，一天到晚不干正事儿，谁跟你？谁倒霉？夏菊，你可不能那么说。 你要是跟了，俺就改了，中吗？不中！大姐，你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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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
东湖一个子城，我叫你阎龙爷报道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先回去吧。哎，个王八蛋！老夏，老夏，俺家穷，活多，你受累了。没事儿，啊，
还有些活没干完，俺先干活去了。俺想去地里看看菊花，别人该摘的也都摘了，俺还一直没腾出空来呢。山君，俺这两天正在打晾架呢，弄完晾架也就两三天的功夫，工作地的花啊也就忘了，那个时候咱们再去收，你看中不？你慢点说，妹子。你们家来了好多人，他们还在搬东西呢。这到底是要咋了呀？你别急，哎，魏闯，魏闯，咱们也走。哎，走，来，哎，来，妹子，你给我拿上，我来背你。哎，来来吧。老哥，哎，政府对你家的事可重视了。是啊，是啊，你有车了，哎，以后行动就方便多了。是啊，好，好。这是我们一点心意啊，这，感谢王主席，感谢政府，感谢感谢，太感谢了。大叔，哎，你看还送来了慰问品，米和油。啊，感谢，只有感谢，感谢政府。爹，爹。哦，山菊，你们回来了。哎，这是王主席。你就是张山菊同志吧？哎，我们是县残联的，原来在你们村扶贫的周技术员，向我们反映了你们家的情况。县残联经过研究啊，像你们这样的家庭，我们残联要大力帮助。根据你们家的情况啊，我们可以帮你们申请低保，以后你们家的生活就有保障了。你父亲啊，可以加入医疗保险。以后再也不用为这个医疗费用发愁了，我们还可以为你们申请银行低息贷款，为你们家遭双灾啊提供资金帮助，
这不，周技术员也来了。好久不见，山菊。这咋就跟做梦一样呢？那年在残联和村里人的帮助下，二姐跟老夏举办了婚礼。次年，我参加了高考，我们的努力都没有白费，生活有了新的希望。二姐就像家里的精神支柱，真的不知道有一天倒下了会是什么样子。但是就在我参加高考的那一年，家里的这根柱子却倒下了。姐，姐，姐，咖啡录取了，还考上大学了。魏晨，你考上了？爹，他考上了。真的呀？你看。哎呀，哎呀，好。爹，好。二姐呢？你姐。你姐和你姐夫在后山采石场呢，俺去告诉他。哎，哎，二姐，二姐，二姐，魏晨，二姐，二姐，慢点，慢点。三军，三军，你他咋样了？人是绑住了，可是……可是啥？可是啥？你说呀！他可能会醒过来，也有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。啥意思？也就是说，他成了植物人。对不起，我尽力了。魏晨。你都是俺不好，姐，姐，姐，俺来看你来了。这是俺的录取通知书，俺考上大学了。没有让你失望。姐，你睁开眼睛看看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呀。没有你，俺读大学有啥用？没你，俺读它还有啥用啊？魏晨，这是干什么？啊！俺不想再读书了。俺姐为了俺都成这样了，就为了让俺上个大学，她受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累，
挨了多少埋怨，现在俺恨俺自己，俺恨东叔。文成，你还知道啊？你想过没有？你撕了张纸，你一姐姐的心血就白费了，知道吗？姐，你姐啊，她只是太累了，她需要好好的休息，她休息的差不多呀，她自然就醒。魏长，听姐夫话，踏踏实实上学。这个家呀，有俺。啊，姐夫。姐夫，魏闯，来，俺给你拿。哎，姐夫，你咋来了？哎呀，你离家这么久，俺们可想死你了。你姐在家早就坐不住了，非要来接你。俺姐也来了。是啊，来，你看，那不是吗？是的，我的二姐半年后奇迹般的醒过来了。那年在姐夫和县残联的帮助下，我贷款上了大学。我想以后我们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挫折，但是我有二姐，有我的家人，有政府的关心和帮助，不管怎样，笑着面对生活，再大的坎也会走过去的。爹呢？大人是在家给你做好吃的。魏长，回家吧。